哎，你为什么把我铁头拿走？你说。没有没有，我帮你做衣服吗？不要急。哦，那给你做。你不用 shift 了啦，被看光光了啦。盾牌不能附魔，那我的盾跑到哪里去？盾牌只能附耐久。在哪边？那个公共台。这里这里这里。这里这里。我来我来我来。谢谢。最后一站最后一站。那你先去做那个，你先做那个。我把那个阵稍微弄得比较复杂一点。我跟你讲，我当年啊，这个赤壁之战的时候啊，这个曹操败走这个什么地方，华龙岛还是什么？古牢关。哦，华龙岛啊，古牢关什么地方、啊？来来来来来来，那关公不是要去堵他吗？我想说不是要吼蓝牌啊，吼蓝各种吼蓝，来来快快快，准备好了吗？等一下，我帮繁星做头，我的头跟鞋还没好。哦、oh, ，最后面了。穿鞋子了，欸、米娜，你还要等级可以附魔吗？两级。那你的衣服给我。我没有衣服。啊，衣服都给你了。我只有裤子。你想要把它弄死、欸？巧克力在那边逍遥游。我附到那么烂的。没关系，谢谢你。我挖到十个，好，走。他说不要心魔。好，都全套，每个都很全套啊。有。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是谁在头上？老皮有看到吗？有。那个小心，不要被包、哦。巧克力，不要被包、哦。还要再按 shift 吗？不用。不用了啦。都发光了。我已经都看得到形了，是不是？我知道他干嘛了。他想要上来倒东西。倒岩浆哦，倒岩浆下来。应该不可能啊。应该不可能，而且不然就是在挖黄金，他在挖黄金啊，不然我们要不要不请自来？反正周围只有他一个。对啊，上去干掉他、啊。靠腰，吓死我！我挖很多洞，感觉他就是要做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。走啊，走啊，往上挖，我没有搞了，弄死他，他一个绕丹弄死他就好了。赶快上去，冲啊！我做个稿，马上就过来。鬼抓人，瞎胡来。有啊，他看到我们了。他队友全部绕弹，哎、欸，来来，他队友在后面包哦，他队友在后面包，我们先下去。哦呦，吓死了，原来大有阴谋。故意的啦，故意的。我们守下后面一条线。不是，我刚想说从巧克力后面切断，就发现找不到他那个路。对，找不到他们。什么？还有稿？差一点点啊，差一点点。没稿啦，这把快到了。我只有十稿而已。十稿没关系，十稿也可以。注意哦，拿剑喽！哎、欸，我没有收，哎、欸，没有吸到，被哎、欸，有在这里。巧克力的位置看一下。声音。哎、欸，倒影这样声音。没关系。有。哎、欸，他们在我们隔壁啊！挖过去了，我搞爆了！你挖！你从上面包他！你从上面包他！我搞也爆了！哎！我爆了！我搞爆了！给你啦！好，那我给你。人来了，快！快！你吸走了。我有吸吗？哦，来了，繁星花。你挡到我了。哇、哦，他跟我们平行了。快，我觉得我走在第二个哈，我布哈顿了。后面了。你一个人在那边没问题吗？没问题。好。我拿到制空权了，我是法拉了。法拉，靠你，法拉，冲啊！飞翼从天而降。有，他们开始逃了。有，前面巧克力。哦、他想要包我！快！你先来。欸、他吃金苹果了，他受伤是不是？不要打，他吃金苹果。对，龙八十，对啊，哎，杨家，上来，有水，我有，快，倒水，在哪边？随便烧，上面，有，水拿掉，收水，要不要吃金苹果？我吃了。
刚刚谁挡在下面？我到不到啊，岩浆啊，我刚刚也到啊，可恶！我刚才没有理你们，就你们讲对面 AA 的时候，我就先退了。好危险啊！哇，好阴险啊！我觉得我们还是先不要正面冲突啊。可恶！啊，被摆了一道啊！往下要倒啊，有没有人这样？有哦，倒下去了吗？不要烧自己的。没有，我在测试。来喽，巧克力要来喽。你有没有岩浆往下倒啊？如果一桶不够，我这边还有第二桶，就可以给你们这样子。对，如果怕我不小心烧到你们的话，你烧自己了！我靠！碎！对，有退有退。老皮完全靠！啊！哇！还好啦，装备吸一下。后面来了，后面。我没有水，他下来了！哇，爆了！哇！老皮快摔，因为他们那边放。我砍他不扣血，为什么？他没有水，他们到岩浆下来。我砍他不扣血。注意！走！哇，我们死两个人了。完了，早知道身上带一个岩浆桶啊！这我来！你不要挡！你把那个洞，你把往下挖，把往下挖，啊靠！要死了！他们狂到岩浆，快！往下挖，往前挖！啊！没关系，往前挖！好，不要怕！没关系，不要怕！我来！你走！我没水了！我在看你们两个情况，好好笑。没关系，往下，过来，快！那个洞，小心！往下！可以，跟我走。好，不死就是赢，这样没什么资格讲。有动，小心哦，有动。哇，可是我没有那个。手在发抖是正常的吗？正常。通常打到这个时候都会发抖。我也在发抖，所以你不用紧张，因为我比你紧张。好。他们现在在笑啊，真的是机车。好了，我觉得我们先撤好。边界怪，边界怪了。从这边往上挖好了。从这边往上挖。我稿子只剩下半血，可我没有木头，老平有吗？我有。我做。我们做最后一波的那个装备，然后待会直接上去之后就听天由命了。好。跟老皮共患难了。对，我们就是真的是最后的那个最后的生还者。好，他们应该会避免跟我们冲突啊。从这边直接挖上去是不是？对。靠，杜鱼不是吧？等，小心你后面。有看到。这个时候来，杜鱼，又来一只。帽子我戴，了，因为那个帽子是我刚才捡到他们的尸体，那是我的伙伴的尸体，好不好？我捡到剑。有捡到剑吗？对，就老的繁星的吧。繁星的剑什么剑？锋利吗？不是，我已经吓得不知道，好像是。应该是锋利吧，我猜。好，我等下再看。我现在是跟在你后面，各种手在发抖。我也是，你不要紧张，我比你紧张好不好？我已经吓得说不出话来了，因为他们装备真的太好了，不知道怎么讲话了，好不好？天啊！我们头上好像有人哦，没有，因为刚才你们没有带水，太亏了。你们刚才没有带水，前面没有，我们想说前面两桶都是岩浆，岩浆啊，太可惜。完了，他刚好在我们正上方，没关系，我等下出去之后就。找个地方先掩护躲一下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看到那个泥土了，应该是快出去了。然后观众看各种讲说什么最爽哎，跟妹子不是好不好？我现在压力也很大，好不好？他们上面超大，压力很大无关性别，真的不是说妹子不妹子，是我们两个那个队友已经倒下了，我们现在只剩下两个人，你知道相依为命，你知道。是卖火柴的小女孩，
没有错。对，先往上，先往上。好好好，跟着你走，跟着你走。刚刚跟他们先保持一点距离，因为上面应该是边界已经缩到最低。你看他们四个人都在最上面的地方。好，对，他们都在那里耶。但我看他们在那边。哎，杜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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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为什么我不能帮砍他？呀，走开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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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这也太多了啦！走开！有吗？死了吗？死了！砍爆！不是吧？这个时候还给我出杜鱼，又来了，上面还有很多。好，注意哦，注意，他们现在在交战嘛，已经有人挖到最上面去了。交战。对。他们三组都好像在那里。你要不要先吃个金苹果？你还没有金苹果吗？我没有。你没有了？对，我本来就只有一颗而已啊。来，最后一颗，那是我仅剩最后一颗。我想说，我也没金苹果了。你先吃，没关系，你先吃。好，谢谢你，真男人，谢谢你。没关系，我相信我这八颗血应该可以把他们干掉。但是我觉得我一直旁边在冒泡泡，什么都看不到。咦？哦，好好，谢谢你。边界了，快啊，边界了，边界了。好。完了，我没稿子，有没有稿子？快，给我，挖，往前挖，快！不是你东西掉到那里面去，我们会被压死，有没有稿子？快挖！我有，快，往我这边走。OK。好，不要挡住。好，不要挡住。长在岩上，你睡床吗？哎，好多，杜鱼，没办法。好，我被杜鱼的活咬死哎、欸！我靠！这个。完了，这个血量，等下不要再挖了！我没有挖，那个不是我挖的，我在帮忙打。靠，不是吧？最后的八格，哇，那个完了，我也没金苹果了，我也没金苹果，惨了，老米崩坏了。对，我觉得我们希望不大。哎，你好棒！快，躲！厉害的人就躲到上面去就对了。啊！血！啊！啊！我爆了！好吧。好了，那我们先上去吧。可以传送啊！有了，快！看一下最后的战斗。哇，他们直接把自己盖起来躲啊！哦，所以爬到上面还是有制高，就是制高点的优处，那个优点这样子。不是，他们是直接躲在一个洞里面，然后没有人去管他，我觉得他可能会赢哦。啊，我懂你的意思，这样子。对，看你看在角落直接盖个洞，对。完了，哇，这个秋风目前的血量，秋风装备太好了，他装备真的太好了。可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秋风跟鞋那个。这是谁啊？哎，哇！其实我不知道他谁，因为他戴头盔，我看不到 skin， 完全分不出来。但是我们看到最后面居然是小白一个躲，而且他现在血量应该是占优势吗？没有，他们现在两个血量其实都差不多，一个是一格半对上两格，双方的血量呢都是这个活动之间啊。啊，完了，有人自己踩哇！小白一个爽赢啊，免费的 free win 啊，太扯了！居然没有注意到脚底下有岩浆，这个死真的是死太莫名其妙了。小白应该也自己觉得莫名其妙，获得了这次的 UHC 的总冠军，太离谱了吧！太离谱了吧！哇塞，我赢了！我们先上去。好。我赢了！
谁在那边呐喊啊？小白赢了呢！哎呀，小白赢了！我一刀都没砍呢！小白赢了，冠军还是什么来着？我一刀都没砍呢！你怎么对？不要，巧克力，我们太可惜了。巧克力，让我问你问题，快点。我刚刚要挖纸队，你为什么要来打我？你跟我的队友相见，我当然先打了。王队一直打我们，我被王队打我哎！我是被王队打，我们被王队打。我们要你，因为你们的战力太强，所以当然先打你们啊！我们哪里强？我们光光一刀就死了。对，打好了，一队一队来，一队一队来，一队一队来，好不好？好，一队一队，一队一队。先那个最早淘汰的那一队是哪一队？紫队，紫色两个。我们赢了，紫队赢了，我们赢了，在那边不是，这是冠军。怎么这样？哎，对，这样法师拿冠军哎，我的妈呀！我也拿冠军，许天拿冠军太好了，蓝队先呐，照顺序好了。那许天拿冠军，我不能接受啊，我生理上跟心理上都不能接受啊。为什么他可以拿冠军？好黑啊！讲讲你们的蓝队，蓝队讲一下你们的状况吧。状况没有啊，这个请凡心讲一下啊，因为刚才凡心在抽到附魔台，好爽啊！有，我看到，有一只，谁的声音？那我们有杂音，有杂音，先把麦关掉，让蓝队讲一下话。好，我要讲了。好，我们物资超惨，真的，我们什么都没有。对，我们本来想说，因为有观众说秋风那边有附魔台，我们想说好，我们去借一下。有，我们附魔台送给你们了，附魔台送给你们借到了。有，我们真的借到，我们真的借到了，冲进去借，还顺便放火烧人这样子。啊，结果没有烧到我，有没有觉得很可惜？没有，应该直接点你火才对啊，刚才到岩浆太慢了。真的，这岩浆流超慢。然后后面要读巧克力的话，因为我高低差嘛，我在高处，他在低处，他放得到我脚底，我放不到他头顶，所以我被烧死了。哦，就这样。哦，原来那时候你是想要这样。对。因为刚刚巧克力速度挖的还蛮有，反而差一点啊。我们最后面了，我们最后就被杜鱼攻击啊，然后我的血都从那个血量超多，马上变成两格，怎么打？因为没办法，刚好卡在那个边界，我怎么知道边界全部都是杜鱼生怪砖，被杜鱼那个歪头跑出来。我们一开始就遇到杜鱼，一堆杜鱼。对，我们一开始遇到超多，我们就全部人都扣超多血，多了。很难打这关，这关不用杜鱼啊，什么没有哎、欸！我想问一下蓝队，你们有苹果吗？我们有啊，我们苹果啊，我们一开始就做金苹果，我们一开始就往下挖，然后去那个种树啊，种树来做苹果。好，那让红队讲一下，红队，红队谁要讲啊？他弟啊，我讲好了啦。其实我觉得我们一开始的出生地也是蛮悲惨的、啊。我们出生在历史很多的地方、欸，那边也没有什么项目，我们是走了一段距离才找到啊，对吧、啊？然后后来我们是选择就是稳扎稳打啦，就是我们后面还在钓鱼、种甘蔗干嘛？我们超悠闲的，我们最后边界16×16，那时候我们都还在钓鱼。可是等一下，你们到这里面的人是血最多的，你们刚刚怎么死的？没有，我先本来想要杀那个，因为那个时候巧克力他们那一队在我们底下，然后他们想要到岩浆，结果却朝自己刀那个超哥自己刀自己。哈哈哈！气笑。我们那时候就想说，哎，为什么雀巢一直在抖？然后后来发现，干他烧到自己了。然后要不要让我们团队补充一下？我那时候很想告你们，你知道吗？听到扣血声音，还很担心是不是队友受伤。哎，是谁？是上面的人自己扣伤。自烧。如果你想说要放阶梯状的，你就直接一路挖到底，这个就是你死就。这太好笑了。所以换我们这一队是不是？对，换我们那一队。我们这一队完全没有苹果，一颗苹果都没有，从头到尾都没有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然后我们被PD骗去一个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废矿，他说有香味片。然后
结果我们一群人过去也损失了很多血，结果没看到箱子。哈哈哈哈哈！爽，两滴好不好？这个不是雷吧？两滴。那两滴啦，就是皮地损失两滴，然后结果我们就等啊，因为我们真的没有苹果，我们没有办法跟你们打持久战，所以我们就等到最后。你们没有项目是不是？对，我们没有看到任何项目，我们旁边都是白桦木。哦，那我看应该最菜在做呀。苹果树嘞，嗯，真的，你们。而且最惨的是，我们的附魔台被别人借走。对，我们附魔台还被借走。本来借走的那一瞬间，我想要去追啦，不过阿靖阻止我了，就说算了算了，送他。还好你们没有来追，剩下两格血啊，怎么打？不是，我觉得这一次真的是大家都很冷静，没有来追，因为你如果来追我们的话，你们应该都会死。我们在所有撤退的路上全部挖好多陷阱的。连我们自己队伍都差点中陷阱，你知道？走一走，哎、欸，没有陷阱，哎，没有，我自己挖的。今天，我靠，什么东西？好恶心，好恶心啊！好了，那谢谢大家的参加，我们这一局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哇，顺利结束了，怎么死的？总算死了。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。你那炮眼台是？谢谢，你那也是这么严重的？对，就一步之遥哎。